为了鼓励音乐创作人才结合合法客家屏东的在地特色，屏东县客家事务处盼客家原创音乐台上乡争先发通，请民众用屏东的人文地理、历史文化、客家景点、甲美食，还有特色，也按多个主题来创作。为了宣传发通，今日也喊伫屏东茶庄带来表演，客家卢赞文陈述。听完之后，来来去去的屏东茶庄传来好听的客家音乐。神教台后神乐团为创作客家原创音乐《太上乡争先发通》，第一摆参与的快闪演出。春节的机会呢，一方面来展现个呢客家音乐吼，各不拍吼，各有变化一种原创形式啦。神教台后神乐团主唱林玉婷。韩国以嘹亮的歌声，像茶盏众人的目光，希望用音符带文理下最原始的音乐感通，进一步愿意来认识客家音乐创作。不做也被安尼方式本客家的，所有上面咩唱冇得人的那个层次，拢能听些客家腔下来参加。就从客家世界的歌词供养，屏东县客家事务处也表示，希望客家人降下来参加客家原创音乐展现，透过音乐来传递一块土地的故事，提供书音乐响应的同时，也做到降下来认识屏东，特别透过音乐传递六对客家的故事。客家新闻潘胜峰屏东报道。